来了来了来了。下来啊，掌声好看。进化远不止这些，现在我们观看一下 VCR， 欣赏一下。哦，这部里面黄发也在里面角逐最佳女配，所以入围已经很不容易了。那也很强了。我们都是打拼了很多年，才有机会来跟你录综艺。哎呀，没有，跟小明哥，哇。第29届上海电视节最佳女配角。第29届上海电视节最佳女配角，我不敢看。姜妍，南来北往。哇！哇！好厉害！太不容易啊！那听到拿奖了是吧？拿了！厉害厉害厉害！中餐厅真的是福星啊！啊，对的，我们中餐厅什么运气啊？真的是。看一下演讲词。哎呀，演讲词，刚才也没提到我们。谢谢我们的导演郑晓龙先生、刘长姆先生，让我有了。好感性啊！不好意思。他这样紧张就是会这样的。这一朵东北大牡丹。潇洒地绽放了一次，还要感谢我们南来北往台前幕后所有的创作者们，还有我远在法国的中餐厅的伙伴们。我没有想到我真的接到了这份好运，接到了好运。祝所有的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我很难忘，感谢。祝贺姜妍。真的，小哥，好运要传承的。我们这餐厅是旺的。下一个是你还是我？你说。你。对对对对，下一个就是你了，星星。希望你可以拿事后啊。那个马德琳，你来弄那个面糊。酸啊，是我加柠檬汁加多了吗？不是，你不觉得咸吗？就把糖变成了盐。对对对对，你先蛋黄，鸡蛋玫瑰酱，玫瑰酱，牛奶，然后就面粉泡的粉，你就过筛了。就用打蛋器，不要用手。用打蛋器，不要用手。你过筛了没？没过筛。那个面粉是要过筛吗？不用说。面粉要过筛？对啊，你看现在你颗粒也多了。是感觉有点稀啊。是。我质量可能有一点点多。一点点是多少多？就可能100克鸡蛋。应该是有多少？应该80。加点面粉多。妈妈不能这样呢，烘焙不能随便呢，不是这么饼啊。我觉得你配方是称错了什么东西。你再称一次，否则我们浪费时间白做这个东西。这个就不要了，你再称一次，称的时候注意一下。糖跟面粉哪个先放？烫一些是吧？8分钟。好。马格雷好好吃，那个好好吃，好吃的。做一个甜酒酿气泡水，
有钱的吧你。我再做一个莫奈花园的特调。好嘞。哇，真的好紫啊，很快就出颜色了。哇，这个叫莫奈花园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，很漂亮。等一下，还没结束。看到变色了吗？变了，变紫了。就这个吧，很漂亮，绝对的爆款。我再给它来一个这个。哇哦，哇哦，可以吗？太可以了，大哥。哇，等我帮你拍张照。好，这样吧。对。好的，我们的音乐会的 party 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有那个椰子绿茶，还有那个甜酒酿气泡水，还有也可以单瓶售卖矿泉水和单瓶售卖那个气泡水，有需要的可以找我。你们可以来这边拍照，我去端饮料了。好呀。我这边是登记，欣欣那边是买东西。哎，进去还能只能约进去吗？都可以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个。谢谢。嗯。谢谢。我要两杯绿茶，还有一个绿豆汤。谢谢。来个椰子绿茶和两瓶水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. Me too, me too. 三杯绿茶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给你们一张纸，来。谢谢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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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onjour，Bienvenu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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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面的是哦，你们是预约，他们是要预约餐厅。好的，我马上哈，等我倒完这杯。好，谢谢你，好的，谢谢你。你们要预约吗？你老公好帅呀、啊。哦，这是给我吗？他从这边。哦，嗨，哦，我以为是送我的礼物呢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Hello。没事，你们要来吃饭，我们送你礼物，好不好？跟熊猫有关的，让你们带走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